上期成功炸掉敌阵老窝，拿回了被抢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清点了一下。这次行动缴获了五台车、两箱物资和一条船，收益相当可观。接下来就该回交易区分赃去了，出发。嗯，有只大黑耗子窜过去了，正好有点饿了，就先拿你开开胃。你别说，这四条腿的跑的就是快哈，你再快还能有子弹快吗你？好像是马，又好像是驴，味道应该不会差，直接加餐，一会儿顺便带条。什么情况？话去，那有人家。哥们儿，无心登岛啊，我就是一路过打猎的，给个机会吧你。好家伙，我打猎驴，你打猎我是吧？走位，走位。周围没有掩体，只能先躲草丛后面了。我怕，然后挪个位置。还好，区区致命伤而已，把内裤撕成布条，然后原地包扎。今天我就看看，到底是你的枪法好，还是我的运气好。一、二、三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啊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。哎呦，差点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了？我去你的吧！来啊，出来对啊！不出来是吧？你不出来我就走了，腿瘸了有点耽误事儿啊。嘿，还活着呢。走位，我扭，我扭，我的发扭掉了。不慌，就在这趴着，他拿我没有办法的，咱得先回点血再说。OK， 血线拉上来了，继续看看谁的枪快啊。来，你再露一个，露就秒。小怂蛋，只会搞偷袭是吧？让你搞偷袭，尝尝我的意大利炮吧。走，年轻人不讲武德。这里角度不好，换个地方走。我扭，我再扭，慢，太慢了。我操，这个位置不错。 RPG 启动，我去你的吧。哎呦我的妈，怎么说，死了吗？没有发现尸体。看到了，露了这几脚，我去你的。跑掉了，就在墙边卡着的。不去你的，不去。啊，没子弹了，可惜不是 CF 啊，不能穿墙。已经弹尽粮绝了，再耗下去对我不利，万一他的援军到了我就走不掉了。先撤吧，打他不是目的，那架飞机才是重点。走了，咱也回去摇人去。掉头，换个路线走，不然容易挨打呀。来到武器店，又没看到绿毛，这家伙上哪去了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他在这儿晒阳光浴啊。最近箱子里老是少东西，我在这里逮小偷啊。先别逮了，我有要事儿与你详谈。过来坐吧。可以啊，绿毛哥，这还有间 VIP 茶室呢。好。哟，古巴雪酱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，这么大气。喝茶。行，喝茶。这不是汽水吗？可乐芬达。那就喝罐可乐吧。哎，是我要喝的。我对别人抠，对你可不抠啊。上次的货卖了20万，我带你去银行分钱吧。分钱的事儿先放放，我在一座小岛上发现了一架飞机。怎么说，有没有兴趣把它搞过来？飞机。搞啊，必须搞。全图三架飞机，刚开服就被人抢光了，卖的卖，藏的藏，如今都在有身份的人手上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怪不得我说怎么在小岛上会有一个家，原来是专门藏飞机用的。走吧，绿毛哥，现在就去把飞机搞回来，我上你箱子里带点家伙去。你好了没有？好了好了，两杯包军火够着小老外喝一壶了。走吧，绿毛哥，出发了。为什么要把船停到这么外面？我不是怕被你卖了吗？你怎么这么赖？是不是虚了？废话，你扛两把跑试试。坐稳了，李宝哥，搞飞机去了。好家伙，先前炸掉的外墙这么快就修补好了，
绿毛哥，我们在这个岛上先待一会儿，等我观察完安全了，咱们再去对面的岛。知道了，我先眯一下。OK， 你睡吧。绿毛哥，醒醒，该干活了。我早就起来了。鸡肉串可以啊，绿毛哥，这上哪整的鸡啊？当然是抓的咯。我早上还抓到一只驴呢，本来想带条腿给你的，结果……哎，我操，饭里有毒、啊！放屁！我是怎么没？哎呦我的妈！OK， 抢滩登陆站，开始行动。自从上次踩地雷后，出门就带个金属探测器，看来是被炸怕了呀。就在你脚边啊，喂。顺利抵达大门，门口还有一个探测器没反应，是尖刺陷阱，打掉就好了。OK， 让我来敲门试试。金锁。绿毛哥，我突然肚子有点疼，你来吧，你来。哦，进屋，把门关上。在入口发现了一个帐篷，然后有个餐桌，左边是厨房，右边是工作区域，最后有个装木头的棚子。安全了，行，全屋清扫完了，得休息会儿。上冰箱里拿瓶饮料喝。这是苹果汁儿，酸酸的，不甜。快来我这里。OK， 来了。帐篷里有衣柜和两个箱子。哦，右边的交给我。上的是银锁，14次撬锁机会，应该能撬开吧？一下就开了。绿毛哥，我这箱子一次就……你已经撬第二个了。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宝贝啊？有枪，有子弹，还有军火。衣柜里有背包，拿去装货吧。行，来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全部拿走。OK， 拿完了，看看这边箱子。我去，拿得这么干净。找到楼梯了。哦，走，开飞机去。飞机上了金锁，交给我吧，绿毛哥。去金锁，走你。绿毛哥，你来啊，你来。还以为来播秀的，结果拉了坨大的。哦，还得是绿毛哥。OK， 背包全都装进去了。你会开飞机吗，绿毛哥？开玩笑，我可是十年老兵啊。行，那你先走啊，我还有个小仇要报一下。二营长，把意大利炮给我拉过来。开炮！来了，绿毛哥，久等了。OK， 我坐好了，你开车吧。不对，你开机吧。绿毛哥，你开稳点啊，这晃的我都快要晕机了。晕机都算好了，马上就要坠机了。看我干嘛？看油箱啊！我去，油箱见底了。
看，左边落了一个空投。还管什么空投啊，快找地方着陆吧，咱这一飞。我操。对了，我下来给飞机减轻负重啊，绿毛哥，着陆的重任就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爹，我的鸡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清醒，命更重要，绿毛，快丢装备减轻负重，不然上不去了。不行，不能全丢，把巴雷特带走。花雪，18公斤太重了，还是换大炮吧。小绿毛，起飞前不做飞行检查是吧？这上百万的物资你得赔给我。赔钱是不可能赔钱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赔钱的，生意要不。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哎，绿毛呢？这是。哎，我操！不慌啊，挣脱了。还行，只是咬我一口，快咬。快咬，马上就到岸边了。莎莎啊，乖啊，吃了绿毛就不许吃我咯。大哥，我重伤，我重伤。